不看不看，今天啥都不捡，出去买鸡蛋喽。哎，鸡蛋，没那么巧。哎呦，随便扔垃圾啊！我天，看我发现了什么啊！蛋仔派对一袋，整整有三盒。哎，大聪明盲盒，你说谁呢？回家拆盲盒。哎，不对，还有鸡蛋呢，我就不客气啦。小粉丝们，蛋仔派对竟然也有盲盒，而且这上面还写着一袋。说明还有两袋、三袋、四个超九十袋，这里面总共有三个角色，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呢？蛋仔们，我来了，先从哪里呢？还是按顺序来吧，拿来吧。黑色的会是谁啊？让我来找找。嘿，这不是头顶上的东西吗？还有一个手，两个手，还有这个应该是鞋子。果然没错，好嘞，又找到一个，好像是眼睛。还戴眼罩呢，难道不是眼罩，是黑眼圈？你去熬夜偷蛋了吧？就是你啦，有个小嘴巴给它装上。哇，这张脸好熟悉啊，猜猜我是谁呀？好家伙，接下来真的全是黑色了，真的是难死我了呀。这里有个缺口，把大脸盘给装上去，刚刚好啊，再转过来装手臂的地方。嘿嘿，你是黑蛋还是蛋贩子啊？最后把脑壳盖上，压压紧，装个天线。好喽，哇，没想到第一个竟然是一只黑蛋。小粉丝们，你们觉得这还原度怎么样啊？好，去旁边，还有两颗。接下来会是什么蛋？会不会有劳改蛋啊？看哪盒呢？那就这一盒吧。有缘人起，那还用说，我就是有缘人啊。来喽。看着颜色，蓝色条纹，竟然还有块胸牌，0123，嘿嘿，你们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这肯定就是劳改蛋啦。头上的天线，这到底是鞋子还是袜子呀？像是一个小手，再装个袖子，挺还原的呀，还有手指呢。这眼睛怎么跟黑蛋一模一样啊？竟然只有半张脸，拼衣服喽！先把脑壳装上，再装上这半张脸，天线，两条腿，编号0123。哇，这劳改蛋也太可爱了吧！小粉丝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劳改蛋像不像啊？我觉得简直太像了！来看最后一盒喽！最后一盒会是什么蛋呀？鸡蛋、鸭蛋、手榴弹？哇，全是蛋黄啊！还有这张脸，也太好笑了吧！还有两个芝麻绿豆眼，两个小鞋子，还有天线。好吧，感觉这几只蛋仔的做法应该都差不多。到了加速的时间喽！听说啊，在评论区打减速的话，就会疯狂加速哦。是我刚进游戏时选的那个黄色蛋仔吗？有没有人跟我选的一样啊？所以呢，我现在有黑蛋、黄蛋，还有这个劳改蛋，你们喜欢哪个蛋呢？这个蛋仔盲盒也太萌了吧。玩不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劳改蛋了，他胸前的胸牌竟然还是手写的呢。你们说二代盲盒里面会有哪些角色呢？假如再不关注我就找不到我啦。啊，这又是谁啊？哎，你们怎么跑了？